好 ，OK 吗？还有哪里需要补照片、补画面的话，如果 OK 哦，来，我们前面稍微前面的右手边、右前方，左这边、右这边，这边右前方，好，带着我们的这个接力棒，哎，可以比一个，对对对，我们请于谦带着我们比一个起跑的动作，好不好？哎，可以来看到我们到时候哈，在这个起跑线上面，一定会麻烦到我们这舞台上面的四位，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我有不设限的 Without Limits 的精神，在今天下午呢，我们先。抢先的模拟一下下，好，来左前方，来左前方哦，听到了，来我们在左前方这边，麻烦一下，好，最后我们好，欢迎九妹二弟的这边成为我们的这个代言大使，对，太棒了，我每一次我上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在旗袍，因为我在旗袍里面要打声招呼加油这样，然后每个人虽然是非常早，但好像都很习惯，然后每个人都带着那个勇往直前的那个笑容，我觉得我真的是好像那个有应该要加入他们，对对，有一种想要跟着一起跳进去，然后跟着一起旗袍，对。真的每一次的这个路跑一刚开始哦，我相信我们来自于路跑协会的这个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冲出这个起跑线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到最后终点线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脸色就完全的。对，八岁，你看年纪那么轻，然后终于长到200公分了，有没有，老大？哇塞，哎，棒球觉得长到200公分也是一样，手长脚长，对不对？但同时啊，已经是在年纪这么轻，见过许许多多厉害的大场面。要不跟我们回溯一下，你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有没有当时的最初的梦想，或者想要挑战的，或者想要试着去把握的机会，或是什么的？刚踏入行，应该那时候的觉得很远大的梦想，应该就是演唱会啊，是，然后对我来说，演唱会就有点像在比赛的竞技场那种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到我长大之后，我的目标通常都会放在可能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或是透过一种运动，我可以去跨越那个我身体的极限，或是挑战一下。哦，我今天可能做了30分钟到60分钟的我会是怎么样？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突破，一种让自己很开心的方法。是，不是一种为了文凭啊，或是任何一种。社会的评价的那种快乐是厉害，其实真的，我在想九类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一直以来我总觉得你是一个励志书啊，过去比如说曾经你是一个地才也好，努力的去成就在舞台上面所带出来的姿态，那包括了静态，还包括你的这个点心啊，翻糖蛋糕啊，那我在想分享的这个比较最初的梦想之后，许许多多的可能歌迷朋友们的梦想就是抢票要成功，哦，这是他们现在的梦想哦，不加场这件事情让我们啊，但是还是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但同样的，在这次是第二次的我们的代言，好，刚刚早一点的时候讲到说一大早，然后跟所有的跑者们出发之前的 high touch 啊，这样，光是这一点就觉得很感动。对于我们所谓的加拿大台北公益马拉松来说，觉得赛事当中最有意义的点会是在哪？我觉得就是挑战你自己的极限。然后当然是在你自己身体的范围当中，然后我看到的是全家大小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那一种团结心，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也可以协助一些弱势的团体，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义的活动。对，我从他们的眼睛可以看到说他哎，好像活着很开心的那种简单的快乐，所以就算是可能礼拜天的一大早起来没有那么样的夜市，光是因为有一场赛事可以来参加，全家大小一起出发，这件事情就是一种永不设限的一个精神的体验。我们看任鼎，嗨，任鼎你好，我们刚刚在影片当中看到，才发现就是运动可以帮助我纾压负面的情绪。直到了高三，直到了高二，我发现其实学校的人都还蛮听得进我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把我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其他陷入困境的人，能勇敢地站起来。
是。身为一个这个田径选手的哇，这个不同的身份，年纪还这么轻，我们同样真的希望回到那个继续的保持着你不设限的勇气下去。好，讲到勇气，我接下来冠军战，然后受命成为了对不对？要登先发，然后可能也有碰到一些乱流，要不要讲一讲你在这个投手板上面好，或者出现在整个球场上面也好，在当时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自己说？有办法坚持下去，或者说不设限的勇气。那时候我有先让自己的心情先缓和下来，然后去用一种信仰祷告，跟上帝说话，是，然后要跟上帝说要接下来要怎么走，然后自然就会产生后悔。给自己找到一个平静下来的力量，这样。那问问看，这个不只是获得了漂亮的成绩，拿下了冠军，还拿下了 MVP 的肯定。妈妈第一句打的话，或者第一句跟你说的话是什么？来自于家人的鼓励，因为我知道妈妈今天坐在观众席当中，对不对？哎，妈妈你好。哦，刚刚于琦在讲话的时候，妈妈是像看偶像一样，我有瞄到妈妈是。摆在下巴上面这样看，妈妈来自于给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他就一直跟我说不要紧张。”那时候冠军赛的前一天，就感觉就不好睡觉，然后不好，就一种紧张情绪来了，怕明天的会有什么，有什么怕死，不可失误，对，怕一些不可测的事。看啊，所以平常压力好大。对啊，平常在棒球比赛上面，球场上面是需要救援投手，在舞台上面是救援的球迷集结。救援投手超棒，对不对？所以对啊，你看拿下了漂亮的成绩，然后还包括了家人的鼓励哈。接下来问看伟杰的，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算是野手哈，在防守上面等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漂亮的表现，从你自己再来看，最早的梦想。然后到最后获得的那一刻，一切的果实，这样如此的享受的这一刻，走过来的这些许许多多的辛苦，要不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是一路走来是蛮这样，然后谢谢家人，一路都是支持我这样，不会让我有任何压力，是包含在就是打冠军赛那一天，然后前一天妈妈也跟我们一通的电话，然后她也很想。鼓励我什么？只是他不敢说，怕因为他会造成我的压力。然后我自己知道他的意思，然后就是上去，因为全台湾都在看着我们，是，然后就是没有压力是假的。其实那个忐忑的心情哈，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人，其实很多跑出马的人也是一样，前一天晚上会睡不着觉，很紧张，他起不来啊。都出马。对啊。去年要跑13，我也整个晚上睡不着。对啊。所以为什么酒店为什么7、8点大家那么开心？是起来的啊，我醒来了，看到了，对，就出发的时候那个紧张的情绪，因为身体动起来，对，是最棒的。那如果教练跟员工都没有人看呢？我比较轻松一点。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哦，你自己知道。对，因为这个教练没办法骗他。对，没有办法。这个平台实在太大了，太大的一个大平台，所以是尤其又是冠军赛，大家都举世注目的这样。可是每一位一定都是未来的明日之星啊！那好，我在想，在我们访谈的最后，是不是也请每一位跟现在正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而努力的朋友们，一句话，同样的能够提点他们，所谓 without limits 的精神，好吧？先从总经理这边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朋友们，有不设限。好，强而有力，简单扼要。九妹呢？我觉得应该要忠于你自己的喜好，然后勇往直前。是，同志们不要放弃。刘铁，麻烦你，谢谢。没有障碍可以阻挡我们追寻梦想的脚步，只要有自信，努力向前，一定可以达成。希望大家看到我们，不是看到我们的障碍，而是看到我们的实力。在跑到赛道上面，对，都有感觉得到。来，你先这边。就是
支持你的人，就是好好的珍惜下去，然后把在追梦的就好好分享，享受着当地的那种情形，快乐的走下去。18岁可以讲这么成熟的，对不对？想跟男同学最后是找到自己所想要的，然后每天都要超过昨天自己。哇，有才艺，太棒了！那先往正前方看一下，在我们要正式启动之前，先请看我们的正前方。我们走到正中央这边来，走到正中间。好，我们也看看后方所有来到现场，不管是电子也好，平面也好，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先看一下右手边，请看看右边。接下来我们稍微往左边看一下之后，我们也准备进行我们的起跑仪式咯。待会就麻烦 Jolin 还有总经理，我们二位可以来准备一下。紧接着下来，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待会一起说出正式起跑话，来，请准备2020扎打台北公益马拉松 Without Limits 博友不设限，倒数3、2、1，正式起跑。来，请为我们开启我们今天下午的起跑的装置。太棒了，我们也先请舞台上面的贵宾我们站起一些些，我们再一次在这个起跑装置的两侧我们一起合照一下。紧接着下来，待会我们还要麻烦我们更多的现场的贵宾朋友们能够同样的加入我们舞台上面的贵宾，不过我们这边再拍一张。来，我们先看一下位置哦。好，我们这个走到正前方是安永会计事务所的所长傅文芳副所长，来自于资诚联合会计事务所金融产业服务的营运长吴伟台吴营运长，还有我们的好伙伴大汉整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秦希月秦董事长，来自于 K-Look 客路台湾市场行销总监林位置。好，我们在左手边的朋友稍微往左边中央靠近一些些，谢谢。好，这样子 OK 了吗？好，请看我们走到正前方挥着手黑色衣服这边这一位摄影师。好，接下来请看后方的所有的媒体朋友。接下来我们还是一样左右顾一次，先从我们的右手边开始看起好不好？各位的右手边的镜头，还有我们的左手边的镜头也麻烦大家，谢谢，往左手边看一下下。待会呢，我们会在舞台上面让我们的总经理还有九位我们的代言大使能够一起在舞台上面接受电子媒体的联访的时间。再确认一下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哪里需要补画面的，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准备要感谢我们所有到场的贵宾咯。OK 吗？好，我要再一次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在这边进行展开。那同时呢，我们在这边先麻烦九位先来。